兄弟们，这个站得高、头发飘、打架基本靠连招的人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花英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恩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 BBO Toys 出品，影片于1999年上映，郑伊健所饰演的华英雄1:6可动兵人。说到中华英雄这部影片，它是改编自马荣成的同名漫画，在他之前何家劲也扮演过相同的角色，而郑伊健版是我印象比较深的。玩具对于人物五官的象征度以及郑伊健特点的掌控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毕竟之前他们家出过陈浩南。而此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塑体方面，采用了他们最新研发的磨合塑体，运用到玩具上对于人物身高的掌控也更精准，同时一体臂在腕关节上看不到任何穿帮，并且在曲肘的幅度以及平转的角度上都做了精心的设计，细看脚腕处也添加了合金的球形关节，这样也会使站立更稳定。此款磨合塑体也为我们搭配了6只不同造型的替换手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细节部分没有合磨线的存在，并且手型的经络、骨节、血管都非常真实，甚至就连掌纹的细节都有精准的刻画。除此之外，玩具还为我们搭配了华英雄的家传宝剑刺剑，尺八宝剑字如其名，全身赤红，尾端绑有红色剑穗，削铁如泥。 BBO Toys 一直专心于研发我们亚洲兵人，相比于欧洲面孔，亚洲兵人的制作难度要更大一些，这样也磨练了厂家不断研发创新的精神。好了，喜欢这款华英雄的记得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